带着小朋友来玩，就会很自然的可以看到他们就很想要脱鞋然后冲下去，不管是打滚啊、摸东西啊，那它跟传统的带儿童看艺术的感觉可能就很不一样。宜居城市它有几个关键字，就是多元族群、社区、社群，还有城市的文化。那我们希望透过四位艺术家的艺术计划，来探讨桃园、八德、大溪这一带的多元族群共同生活的纹理。